为什么把他留下呢？因为接下来《古剑奇谭》的剧组就要上场了，掌声欢迎林一峰。为什么都没有我下去换身衣服的时间啊？代表另外一个剧组了。那你不如转个身，一直这样。来，李易峰跟大家打个招呼。Hello，Hello， 大家好，我是李易峰，你们好。你们没有口号之类的是吧？好嘞，好嘞。李易峰在这个剧里面的角色也是稍微跟大家介绍一下，如果没有看的就可以听到。没有看的话呢？因为现场不，因为我们的线上有很多网友都在收看直播。我相信应该所有人都应该会看过了。对，所以我在剧里的名字叫做什么？嗯，谢谢。子涵呢，也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我在剧里的名字叫什么？好，介绍完了，奶奶。说到红玉奶奶啊，好像现在网上有个话题叫红玉奶奶，你笑过吗？这是怎么回事啊？因为他在戏里面就是我们金庸城其中的一个木头人。田庸城啊，田庸城。串戏了，串戏了。拍太多了，你拍太多了。Sorry， 对，因为他在戏里面没有表情，对。然后呢，我饰演大师姐这样的，所以也比较严肃。然后想说，就跟那个苏苏比拼一下，看这个天庸城到底有几个木头人？我一个，他一个，大师兄一个，所以每天都拉着一张脸演。还师师尊他因为老闭关嘛，所以我觉得对，所以就是都没笑过，没笑过，没笑过，基本上拉着脸。所以我自己也特别渴望能够看到戏里面红玉笑的那些场景。嗯，我就觉得编剧应该给我加点关心屠苏一下呀，因为其实因为我爱师尊，师尊特别爱他，就爱屋及乌，他就是我的那个小宝贝那样的，对，小宝贝，小宝贝，小宝贝，果然是奶奶。那这部电视剧它是根据游戏改编的，所以其实两位平时玩过这个游戏吗？我没有玩过。就拍的戏时候也没玩过？我没有。子涵玩过吗？没有，没玩过。哇，没有欲望去尝试一下吗？因为我从小到大都不太喜欢玩就是游戏，这种网络的游戏。哦，对对对，然后小时候就特别的听话，一直觉得去网吧的都是坏孩子，所以从小到大不去网吧，然后就耽误了很多很经典很好玩的，比如像古剑啊这样的好玩的网络游戏。对，所以现在也没有想会把它捡起来玩一玩什么的。现在古剑应该出第二，它的游戏应该出第二代了，所以找时间了，找时间可以尝试尝试。嗯，那当初接这部剧的时候有没有想到他会这么火？在开拍之前，包括身边的一些玩过这个游戏的，然后还有身边的工作人员，他们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希望的一个项目。戏、啊、太商业了，说项目。然后对你很专业说的。然后我觉得也是，肯定会是我拍的很多戏当中受到关注最大，然后对我个人而言也是压力最大的一部戏。为什么呢？因为离这角色太远，是不是？因为有他这个角色本来就有很多很多的粉丝，嗯，受很大的关注度，所以就是在他们心中已经有一个形象在那立着。你要，对对对，你知道，就是有一个虚拟的人物，他是非常完美的，但是你要变成一个现实当中的人，其实不管是谁都会很困难，刚开始都会被骂，嗯，我也被骂。真的吗？对对对，有了，不要自己骗自己了，你们。所以他演的，你觉得是你们心中的那个人吗？你看看，你太谦虚了。所以现在播完过后，大家这么喜欢我扮演的百里屠苏，我觉得我非常的开心，谢谢，谢谢。是吧？谢谢。除了帅，这演技也是好的，就不能光靠帅吃饭，对不对？演的好不好呀？哎，好，子涵呢？你觉得这个红玉离你远吗？我觉得不是很远，啊，
因为首先我跟峰峰是一样的感受，就是因为他有原型的那个动画人物在，所以大家有压力，每个人都是一样的。然后而且我在造型的时候是通过我的粉丝和游戏粉以及一些网友给我提供的一些建议，改变了我的服装、发饰和演的一些方式，都是广大网友给我的。一开始大家有看到是中分，后来你们告诉我要把它梳上去，然后你们说不喜欢中间那朵花，后来变成红玉，后来有人跟我说这不是一个侠女的形象，这是一个仙儿的形象，所以让姐姐不要少皱眉头，希望我能够演得更仙儿一点。所以我觉得整个人物都有网友的很多的功劳。然后因为我也没玩过游戏，进入的时候参与这个戏比较晚，所以来自于这个戏的所有的资料都大部分是网友和游戏粉提供给我，他们告诉我关键词，告诉我视频，告诉我游戏的简介，所以我很感谢所有就是支持红玉这个人物的游戏粉、网友和紫菜，因为今天的所有的效果都是他们给予了我很多，所以我才说自己没有那么大的一个距离感啊。所以我们的观众要给自己一点掌声啊。对，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这么喜欢古剑奇谭，来呀，给自己一点掌声，也希望大家继续支持这部剧啊。那剧中好像这个有三段，不能说三段了，几个人的激情部分好像很受瞩目啊，是不是？是你跟乔振宇、马天宇、陈伟霆，据说是激情无限呢，所以对于这段感情你怎么看？好兄弟啊，乐在其中了。你享受，大家才能享受。嗯，大家看得也很养眼啊。你快乐，我快乐。哎，现在我觉得很郁闷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女演员，凡是跟刚才他说的那几个男演员有互动，每个人在微博留言就是：你们有没有考虑过苏苏的感受？所以他们是真爱是吧？哎呦，真爱赢了。那最后呢，请两位主演给我们好好的再推荐一下这部《古剑奇谭》，好不好？子涵先开始吧。啊，首先我们是周播剧，所以需要大家有很好的耐心，能够继续观看下去。到现在为止也是有很多网友的支持，能让我们今天取得很好的成绩。所以通过搜狐这么一个视频来传达对所有网友的一些谢意，同时也希望你们继续支持《古剑奇谭》，谢谢大家。谢谢子涵，李峰。首先。通过搜狐视频先感谢所有支持古剑奇谭的观众朋友们，那希望大家在未来的两个月到三个月之中能够继续的关注古剑奇谭，因为里面不光有你们想要看的，不光有你们想要玩的，还有很多后面有很多精彩的打斗的戏，还有很多虐心的一些戏，希望大家会喜欢。然后如果在电视台直播的时候没有看到，第二天一定记得去搜狐看，谢谢。谢谢峰峰。好，接下来呢是两位给大家送福利的时间，来，依然是抽取我们的号码。这一次呢，我们要抽取的是抱枕两个，以及我们的搜狐视频大礼包两个。啊，四个，来，峰峰抽两个，子涵也抽两个。首先我们抽的是古剑奇谭抱枕啊，我们看看谁会获得这份幸运。来，子涵先念一个。039 39号。39号，听的号码。好，姑娘到台上来。来，峰峰。41号。41号，恭喜。好，接下来是我们搜狐视频大礼包。下面一位是110，110号。啊，120，谁要120？110有吗？110，有啊。好，请大家快速移步到舞台上来，峰峰。56号。56号，在哪边？好，来，我们请工作人员送上我们的礼品，我们请两位演员为粉丝颁发奖品。
也可以到台下继续观看我们的发布会，谢谢。好，来，这两位是你的，获得搜狐视频的大礼包，恭喜。雀雀啊，我也要，算了，开玩笑，吓到了是吧？好的，谢谢两位，请大家继续支持两位以后的作品，谢谢，谢谢，稍作休息。